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春来，创业营业务的哦。今天呢，相信大家都看到上面或下面的标题了，对，这是我最后一部影片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其实原因有蛮多种的，好，那我就可以一一讲解你们听，那你们一定要听完哦，好吗？好，首先呢，第一就是，我觉得我拍游戏实况，就是比较少人看，但是实玩开箱又要花比较多时间，所以很难做影片。那再来第二就是那个学校的课业，这个太多了，所以就不太能做影片啦。See you, my say. I used to walk these roads with you. Can't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went without you. 骗你的啦！哇哦！你被骗了吗？如果你被骗了，那这样就点个赞吧。好，那我想拍这部影片是因为今天不是愚人节，是因为我觉得影片观看次数太少了，所以现在把我全部的影片都点一遍，可能不止一遍，点个87遍，好不好？这样我每一部影片就会增加87观看。好，再来呢，我觉得观看次数太少，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喜欢看上字幕的影片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是，对，像什么草哥啊或谁有上字幕的超好看，有没有？虽然我们都听得懂中文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看字幕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的影片也可以上字幕，但不是那种 CC 字幕，不用你们帮忙，我自己可以上，好吗？我会打字，好吗，先生？我会打字。好，但是呢，做字幕要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可能就要变成一个礼拜拍全都上字幕，全都上字幕。那你们应该就会喜欢看了吧？对，我懂你，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看影片有上字幕的影片的人。好，那我现在不是很算情出片了吧？就是我想要让你们在右上角这个资讯卡的这边，好，点说你喜欢我像现在的模式，不上字幕，但是影片可以多多多，还是一个礼拜一个影片，全程上字幕，全程上字幕，字幕好不好？字幕，字幕，厉害！再来呢，今天就这样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或者你有被整到，那就点个大大的喜欢；没被整到，那也就点大大的喜欢。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让你就会让我开心的568天。好，然后再来别忘了点那小铃铛，小铃铛想要你被点，他想要你用一个手点下去，非常非常的想要，所以呢你就花个1秒的时间点一下那个铃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呢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FB 和 IG， 追踪我的影片动态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Oh, shut the fuck up, I got a bitch.